国光剧团推出《艳后和她的小丑们》，邀请编剧大师纪蔚然改写莎翁名作，以颠覆及解构向莎翁致敬。国家文艺奖得主魏海敏担纲演出，李小平执导，共同呈现国光剧团17年来最前卫大胆的作品。公视 HD 频道2月22号周六晚间10点，《艳后和她的小丑们》。